欢迎收看今天的影城新娱乐，我是主持人子轩。提到陛下，人们的第一印象都会是《中国好声音》上那个留着帅气的脏辫，拥有着极具爆发力的嗓音，舞台表现力 max 的摇滚女王。但是陛下不甘心被简单的定义，2018年4月1号他的首张同名专辑《陛下》正式发布了。剪掉脏辫的他撕掉了以往的各类标签，以全新的形象挑战着不一样的音乐风格，开启了崭新的音乐旅程。多元多面的他更是显得魅力十足。当当当当，你们家的呆子已经正式上线，陛下驾到。你把脏辫剪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其实我到现在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刚开始剪完的时候是特别的痛快，因为感觉整个人走路都像起飞一样特别轻，然后睡觉的时候还有习惯，就说哎，这样把辫子往起抬一下，然后但是没有了。现在觉得最让我非常清晰的感觉到我没有辫子很痛快的一件事情就是洗头，开心的话可以一天洗两遍头，而且五分钟之内就差不多就搞定了。那你剪下的脏辫有自己收藏起来吗？有呀，在家里放着呢，一袋子里。然后原来是51根，现在可能变成了40几根，因为有的是两根啊、三根，它长到了一起，就特别自然的脏辫。介绍一下这一次的新专辑吧。我的这次个人首张同名专辑是十分多元化、非常丰富，而且比较复杂的，就好像我分裂成了10个不同的陛下。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剪掉了一切外在的标签，然后重新组建出来的全新的陛下。推出首张同名专辑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亢奋，因为我这个跟夏花一样等了好久，但是我劝自己说好事多磨，然后还是希望能够把本分的事情做好，然后要考虑到歌曲的质量，然后再一次性的推出，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突破，因为我整个人已经变了一个人。专辑中有没有你作词的歌曲？有，但是我忘了。夏天以后是，然后一拳 KO， 还有听。野生动物这首歌的名字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是取了一个谐音嘛，因为野生动物就散养的了，然后声呢是改成了声音的声。就比如说大家最开始认识我的时候是乌鸦嗓的这个标签，然后也想把这个声音的声放到名字里，能够把这个特性给放大，就是野生动物散养的陛下。谁目光像刀锋，
把灵魂全部挣脱。标签太多，贴住喉咙，声音需要一点火种。野生动物中的陛下撕碎了一切的标签，打破了一切被定义的形象，用不顾一切的勇敢肆意地释放着真实的自己，活出了让人们羡慕的随性洒脱的最美的样子。他将自己对于生活的感悟都唱成了歌，同时对于未来也有着十分清晰的规划。你来的心境有什么变化吗？长大了，就是老了，感觉心境上的话是比之前要沉稳了很多。就是之前可能都是比较说话不过脑呀，现在呢，学会了在说话不过脑之前静默三秒，显得我在思考。什么时候创作灵感会比较多呢？睡不着觉的时候和特别烦躁的时候。就是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怎么样评价隐蔽摇滚这个称呼呢？就有劲儿嘛，就是有劲儿的女生。然后这个劲儿包括力气上的劲儿，然后就是说自己能干的事情都自己干，比较独立，也包括精神上的这个劲儿。最近是选秀类型的节目很火，还会考虑参加吗？选秀类的节目，其实我目前为止更希望参加的是真人秀的一些这样的活动。今后有什么出演电影或者是电视剧的计划吗？有，我一直有这个计划，就是没有人找我。就有机会的话，我还是希望能够去再次尝试，演电影或者是电视剧。你最想参加哪一类的综艺节目呢？综艺节目我感觉就别太烧脑的吧，因为我脑子其实不太够用，就比较真实的就好。对工作认真严谨，对事情果断有态度，看似坚强冷酷的陛下，在生活中其实是一个真诚又温暖的人。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陛下吧。娱乐圈中关系最好的朋友是谁？我的娱乐圈关系最好的，我就说我们那一季的吧，我跟桂雨萌。桂雨萌，用三个词语形容一下这位朋友。桂雨萌，美丽、善良、大方、知性、愣，和我一样。收到过最搞怪的礼物？我记得应该是去年有一个夏花，很郑重地送给我一个信封。然后我打开了之后发现信封这不是翻开了吗，这面写着说送我一袋空气。就是一个空的信封。这个让我印象还挺深的。你有最喜欢的电影或者是综艺吗？电影的话，推荐一个，昨天晚上我刚刚又看了一遍，是杨紫导演的海山，呐喊的喊，大山的山，很好看，是我近两三年前吧，昨天看的已经是第三遍了。然后综艺的话比较喜欢看吐槽大会、奇葩说，还有非诚勿扰，呵呵呵。有最喜欢一部电视剧吗？电视剧是不是应该说一下徐倩的《我的青春高八度》呀？给自己打广告。电视剧，因为我看过连载的，电视剧就是连载的是吧？动画片算吗？就我因为很少看连续剧之类的东西，但是我目前为止，看过最长的是《海贼王》。对，从15岁的时候一直跟到现在，补到了600多集。我是从第一集又开始补的。
对，2012年来北京之后就没看到了400多集，然后就没再看了。然后前段时间我是又花了很长的时间，从第一集就看到了600多集。然后美剧的话是《行尸走肉》。说一个没说过的秘密或者是怪癖。怪癖没说过的，最近我发现我真的有个怪癖，我爱给我家的猫梳毛，而且我是为了给它染那个毛毡球，然后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用的梳子，结果我家的波波基本上已经快被我就梳掉了，秃掉了，脖子后面秃掉了。后来我才发现那个梳子可能一周要用一次，然后我现在是一天给它梳两次，就毛就快梳掉了。这是最近感觉有点对不起波波的一个我的小爱好。选陛下没错的，然后我现在是，冷静一点，冷静一点。我想对我的夏花说，谢谢他们对我的支持和包容。对，因为包括说我这个改造型啊，或者是这张专辑的不同的突破的点，我之前还挺担心的。但是这一个大的动态也让我看到了我夏花对我的忠贞，是真爱。所以说，陛下无论变成什么样，他们都爱。我要谢谢他们，然后希望都能够好，然后我会继续加油，更多的出好的作品，然后身体健康，吃饭玩香，越来越呆，越来越愣。从选秀舞台脱颖而出，并且进入到大众视野的陛下，一路走来都不断的通过自己的音乐作品阐释着不同阶段的他对于音乐和生活的探索与认知。他的态度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无限可能。本期嘉宾陛下，我是主持人子轩，期待我们的下期节目，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陛下，欢迎锁定影城新娱乐来关注我的最新动态。